华灯初上掀起全民追剧热，女神舒淇也是小粉丝之一。之前她就曾在 IG 发出观看心得，怒呛饰演警察的杨佑宁太逊，查了两季还不知道凶手是谁，调出本人反驳，你以为警察好当哦，惹得粉丝笑疯，还亏她入戏太深。没想到近日她却因为在生日文内疑似不慎爆雷，让网友超级崩溃。27日，她在脸书 po 出林心如在华灯初上中的宣传照，祝 Rose 妈妈生日快乐，接着写说祝你第三季快点抓到凶手，洗清罪嫌。虽然那个潘警官很逊抓不到凶手，但我想也只能怪你美色诱人，让他无心犯案，所以他应该也是能托付终身的人。简短的一篇 po 文像是在暗示 Rose 妈妈真的不是犯人，引来 2.6 万网友大喊，你是不是说漏嘴了，不要透露案情啦。不过有人觉得他总是不忘要嘴一下杨佑宁，真的太搞笑了。Oh, oh, oh.